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都市情感剧《下一站是幸福》。《下一站是幸福》原名为《资深少女的初恋》，由宋茜、宋威龙领衔主演。该剧讲述了事业有成的资深少女贺繁星，因公司面临被收购危机，与男友袁颂的感情也因年龄的差距而受到诸多非议。感情与事业同时出现危机，此时成熟稳重的叶路明闯进了贺繁星的世界，成为了贺繁星的人生导师。叶路明的出现让袁颂觉得自己的爱情变得岌岌可危，与贺繁星之间误会不断。对贺繁星而言，袁颂和叶路明不仅是一道单纯的爱情选择题，而是职场女性面对传统婚恋观的矛盾困境。随着误解的不断加深，贺繁星与袁颂无奈分手，但也已经无法接受爱慕他的叶路明。设计公司被收购，贺繁星的事业重新步入正轨，而爱情之路也变得明朗起来。该剧预计1月28日播出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